六十号位的卢启律先生。主席你好，我是加热烟关注组的召集人。我今天是代表六万多位香港的加热烟用家来发声的。首先我想趁这个机会跟食卫局的代表打声招呼先。你好局长。我哋加熱煙關注組咧喺過去一年半裏邊咧籌組過好多次嘅理性表達訴求嘅活動，咁亦都寫過好多次信俾食衞局同埋相關嘅反煙團體嘅，邀請佢哋咧就呢個議題咧去理性討論同埋交流意見啦。咁不過就係今日我係第一次成功接觸到相關嘅代表啦，因為食衞局從來都冇回應過我哋，我哋之前一直都唔明白點解食衞局要逃避我哋呢班星斗嘅市民。不肯俾機會我哋釐清一下佢哋對加煙產品嘅誤解。後嚟我哋諗通咗啦，因為食衞局本身係唔係唔明白規管係比傳禁好，而係扮明。點解呢？所謂裝睡的人是不叫不醒的。食衞局根本就一直有個預設立場要傳禁，從來都冇一個公正嘅持平去對待呢個議題。我更加懷疑食衞局係故意扭曲外國研究報告嘅意思。我不是亂講的，咁我有證據。食衞局成日引述英國政府的英國食物消費品及環境化學物質毒性委員會的報告，份報告指出不確定加熱煙危害有幾多。其實呢份報告是冇咁講過嘅。份報告結論其實是話，與傳統香煙煙霧相比，加熱煙釋出的化合物較少，故對於轉用加熱煙產品用家來講，可能會減低對健康構成的風險，儘管不是零風險。簡單啲講咧，份報告係話不確定加熱煙減害有幾多，而食衞局卻刻意解讀成為不確定加熱煙危害多少，將減害改為危害。我想問問你哋代表，究竟你哋扭曲呢份報告嘅結論？其實是本身你哋英文不夠好啊，定係抑或別有用心呢？食衞局而家嘅意思就係話同你講，一塊看過嘅麵包唔好食啦，叫人食一啲繼續用燒嘅麵包啦。你哋唔好以為咧，用嚟做一啲廣告咧，做嗰啲洗腦工作就可以咧就過到關。其實你哋根本就解釋唔到規管到底邊一方面係唔足夠。個邏輯亦都根本講唔通。再講政府舊年咧，本來就話要規管加熱煙嘅，但係咧就聽到話個規管方案有反對聲音，就要全禁。但其實明明反對嘅全禁嘅聲音，反對全禁嘅聲音更大更大嘅話咧，無論係煙民非煙民都好，其實都對呢個方案係反對。所以我強烈請政府將全禁同規管呢兩個選項攞翻出嚟，嚟一次公開。正式齊整的公眾諮詢，俾公眾去討論嘅。多謝主席。